小伙子，你醒了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不记得了？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。 说过多少遍了，下次我去就行。慢点，哎呦，我这几十年啊，都习惯了。再说，你这伤刚好，早没事了。来，赶紧坐下。哎呀，老弟，喝点水。好。哎呀。 砍得这么多柴啊！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？嗯，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？在您面前，我就叫小吴。说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又梦到什么了？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？ 说吧。昨天晚上，我梦到了高楼、街道、
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，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，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。可是老爹，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脑袋跟炸了一样，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，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。老爹，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，要么我就是个老师，再或者我是个记者。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？还有，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不知道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。上海？嗯。行了，不考虑他了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还年轻，过两年啊，给你娶个媳妇啊。上海啊，不适合你啊。报告，快点。到着しました。本当に早かったな。座れ。さあ、どうぞ。どうぞ。大佐、あなたの招集ですぐに参りました。うん。松本は戦場をかけてきた軍人の気迫が出てきたな。恐れ入ります。なぜ陸軍から君を呼んできたかわかるか。多少なりとは、大佐が私を必要としたあの時のように。よくわかっているな。さすがは私の部下だ。小島君、渡辺君は殉職した。さらに我が友大河教授さえも助からなかった。軍統と共産党の奴らには頭が痛い。大佐、私が悩みを解決します。君は確か望みがあったな。それについては叶えてやろう。本当ですか？嘘じゃない。でなければなぜ君をわざわざ陸軍から引っ張ってきたか。ただこれだけは言おう。機械はやる。どのようにするかは君次第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感謝します。期待に必ず応えます。さあ座れ。飲みなさい。はい。老爹，我想去上海。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。为什么要问我呢？您愿意让我走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老爹，如果您不愿意，我……孩子，在乡下有句老话叫“平安是福”。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唯一的愿望啊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。老爹，好了。自己
琢磨琢磨。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也不知道您是谁，但您就是我爹。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，一定回来陪您。老大，你干嘛打我呀？我打你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上海郊区。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？你他娘的给我顶着！那怎么办呢？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。弟兄们，好家伙！
吴金瑰宝地未曾拜望，失敬失敬。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！好说，留下买路钱，咱俩就是朋友。难得老大这么爽快，那我就询个价。500大洋？你们穷疯了吧？这么多行？ 这的确是个天价，就我们这三车货，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了呀。贵呀？没有啊。好说，把货留下。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。当家的，车把式是无辜的，望您高抬贵手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。放人！老大。 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蹲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小喽啰一个，甭管。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，放人。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，这三车货我双手奉上，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。另外，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，我看就让我带走吧。我答应你，放人，走吧。 慢着，老大，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，岂不是可惜了？对，老大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呀，没什么意思。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贼。你们怎么不讲信用？你们怎么这样？这位老大，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，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。你呀，话还真多。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！是，好，快！
这小子是个练家子，兄弟们，收拾东西走，快！好。他们没追过来。大哥，我姓吴，叫我小吴就行。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，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。兄弟，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？是，去上海寻个亲戚。那咱们应该是同路，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，我也无以为报。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目前还没打算。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，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，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。汉大哥客气了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。此地不宜久留啊，出发。松本、彼らは憲兵隊と特攻課から選んだ精鋭たちだ。どうだね。対策は信用。彼らを必ず精鋭にしてみせます。よし。彼らの能力がすぐに発揮できるよう期待しよ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兄弟，我的住处在前边，真不到舍下坐坐吗？不用麻烦了，韩大哥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，千万别客气。多谢，珍重。客官请慢用。香喷喷的包子，小兄弟来两个包子。老板，给我来俩包子。好。客官拿好了。香喷喷的包子，小兄弟来俩吧。Thank you.
等他。老板，您这还需要人手吗？找活？对，我找活。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，你这个生胆成吗？再来一个，来啊！行吧，兄弟。哦，不错，杨玉帝。哎，走。可以。行，弟走。成吗，老板？成，小子，好好的干，这工钱亏不了你啊！谢谢老板。谢谢兄弟，谢谢。下一个，老板，小吴。哎，好的干，啊！谢谢老板。哎，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收工了，收工了。好了，老板，老板，再见。先走了啊。再见。来，完了去哪去了？哎，小郭，小郭。怎么了，刘大哥？你呀，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。啊，吃个饭了。我就不去了吧。你瞧瞧你，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，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。我们呀，想谢谢你呢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。你瞧瞧。别谦虚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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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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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青菜嘞！喝了之后啊，就解乏了嘛。卖青菜嘞！不会喝酒，不要紧张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站住！快过来！妈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撞了老子！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我弄死你！你怎么打人呢？打人怎么了？啊？我也想打你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你小心我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我们谁呀？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！邓。瞪什么瞪？我说小伟爷，我说刚发的工钱，刚发的工钱，就这么点，都在这儿了，凑合吧，
算你们走运。你给我小心点，滚！下次长点眼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哎，算了。刚发的工资，嫂子刚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。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，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？我替你把钱要回来。哎，小胡，千万别去啊！他们都是管着片的，咱们不能得罪他们，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！放心吧，我没事啊。哎，你听我的。站住！怎么着？把钱还给他，那可是他的血汗钱。原来是个愣头青啊！知道我谁吗？管你是谁呢，我让你知道。客气什么？可是，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。放心吧，有事我顶着。走，哎，喝酒去。走了。小吴啊，小吴，小吴，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？是。但是他们先动手，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？啊！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，你赶紧躲一下吧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自己扛。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！啊！你先不要管我，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，出点钱就没事。你快走吧。就是他，有事了，走！老板，快走！Yeah!
王维渊，停车。好吗？我没事。这位小姐，谢谢你啊。小姐，回去吧。好的，徐小姐。这里暂时安全。多谢了，徐小姐，我得走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去哪儿？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。我带你见我的东家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。发什么呆呢？走吧。慢走啊。东家，你先忙。魏真啊，你可让我久等了。韩大哥，天边雨下一抹夕阳，思念也被带给远方，爱情藏在心底，背起行囊远走四方。有些时候你我一样，挣扎着寻找方向，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，也不寻常，也不慌张。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，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，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，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。生命旅程就是战场，别再逃避，别再失望。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，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，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，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。